你说那一个女主角是天罗路人的，啊，那女主角是谁啊？啊，就是我本人。就是我本人。好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在做脸。没有啊，我在做脸啊。但是我觉得不行啊，你这样子不怕我洗头 ？OK 我看看你如何，很好啊，我看看你如何，可以念报纸给你听。完全念报纸给你听的。杀人到临存亡，杀人到临存亡，嫌犯畏罪自杀，厉害吧？厉害吧？哪有这篇啊？有啊，你翻过来，你转过来。在后面。当年你这个再世难啊！哎呦。 再次难，杨庆煌已经来了，没问题。演的这个再次难，还有这个报告班长系列，哦，我有很走红。他今天我们跟他讲要出通告之前，先洗个头，洗个头，已经在那边了。杨庆煌，哈哈，来来来来，美女进场，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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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厉害啊 ！Hello， 你好，我叫瑶瑶。你好。很高兴有机会帮你服务哦。 很高兴有机会帮你服务。这样子的力道可以吗？嗯，要不要再重一点？可以重一点。好，数到三就抓住他的耳垂，看着他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回来，回来，继续。我是怕我手太冰了。我耳朵也冰啊。 没关系啊，腹部得正。然后你看着听，手停下来。好，开始说。哇，好帅，好帅哦。啊，继续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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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很好啊，很好，很好，还有颤抖。我帮你按一下大腿内侧，直接在这里哦，在对啊，没错，你要这里还有其他客人，还是你要到包厢？还是你要到包厢去？这里还有包厢？有，我来的时候没有看到，有，我们这里都已经 OK 没问题，这边都 OK 没有问题的。好好，抓另外一只手啊，注意哦，预备，好，一二三，十指交扣，看着他，看着他，看着他，你好，你好，杨先生，很好啊，杨先生你好，舒服吗？正舒服吗？你没有做什么、啊？你没有继续啊？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然后等他没注意的时候再换，再一直换。好啊，好。这会不会太重？还可以，很久没来，好久没来了。你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了？对呀、啊，最近比较忙。对啊，最近比较忙啊。我在那个中孝东路开了一家店。在中孝东路那边开了一家店。啊，开什么店？开了？那什么店？糖潮。糖潮。专门是卖糖水。专门是卖糖水。啊，生意好的要命啊！丢嘞，一天做60几万啊。哦，生意好的要命、啊，一天做60几万。那你这样比艺人还要好赚？好说了，好说了，好说了，好说了。对呀，
期也有开那个恶魔岛吗？哎呀，那你以前是不是有开那个恶魔岛？对呀、啊，也是很赚钱啊。对啊，也是很赚钱啊。啊，你好棒啊！那么年轻就赚那么多钱、啊。好棒啊、哦！这么年轻就赚那么多钱。比当演员好多了。比当演员好多了。啊，别这么说啦。大家都是毫无的要头饭吃而已哦。大家只是要头饭吃而已吗？哎，你看一下你这洗发精，你好，两位等会换。我觉得，你会喜欢，觉得痒痒的。你不都是买那个针筒来分装的吗？没有啊，没有针筒分装吗？哎，小姐，你怎么没来喽？我错过了。今天忙什么？哎呀，还有开了一家店吗？就开了一家店吗？中孝东路啊。中孝东路上啊。啊，什么店？什么店？唐朝啊，唐朝啊，清朝啊，生意超好的，排队哦，要排队，一天卖六十几，卖六十几万呢、啊，一天卖六十几万，哇，比当艺人好多啊，那比当艺人好多了，还好啦，演戏演的狗吃屎，还赚不了多少钱呢、啊，好辛苦的呀，演戏演的好辛苦，还赚不到几个臭钱的，好辛苦哎。还好啦，对呀、啊。啊，这样会不会太重？这样会不会太重？嗯。好，舒服，好吧。用脸到他旁边，那种哈。好，开始。可是脐带血好像很有名哦。两位准备换位，对不对？对。就是都要妈妈都要用脐带血保护孩子。你最近在忙什么啦、我一个朋友在做这种生意。真的吗？好久没来了。好久没来了。好啊，最近生意很忙。生意很忙啊。最近生意很忙啊。开了一家唐朝啦。开了一家唐朝啊。一个月营业额啊六十几万啊，一天营业额六十几万啦、啊。一天营业额大概六十几万啊。哇，那你们缺爆了。那你缺棒了、啊、哇，好厉害哦！好棒好棒，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加强？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加强的？加强那个药吗？啊，好啦，那我们到 V1 包厢去喽、啊。那我要 V1 包厢要不要？好，然后就出场了。好，可以。你们哪里还会痒？啊，没有。你如果要到包厢，你要告诉我。你如果要到包厢的话，你要告诉我。没有。我只是撞邪。陈爷，注意在哪里啊？不要去动我嘴了。不要乱插，你没得事了。啊，自言自语，看你们这样今天。真正较肥肉丸啊！大哥，好久没来了耶！哎呀，最近足无闲的，最近较无闲啦。你啊，都一挂细汉的，你啊，一挂细汉的啊。啊，东区开一间唐朝。东区刚开一间唐朝，唔知创啥哩？一工做六十几万，一工做六十几万啊！看，真正啊，比太好赚，太好赚。好，来大哥把衣服拿过来再穿上，看你会练没？看，他会练没有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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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正会看，啊无真正无够有影的看，真了啦，真了，真了啦。好，好，哎，大哥，不用这样，大哥没有大哥的风范哎。大哥，我觉得你这个当大哥怎么可能穿这样呢？大哥，可是我觉得你当大哥怎么会穿这样呢？啊，我这么看一下了哈。啊。传说中的东区一匹狼，他刚放回来，刚放出来的，从那个绿岛，他从那个绿岛
就打过来的。然后说小心不要有夸张，好，啊大哥，请大哥，小心，一二三，不要惹到，一二三，两手伸高，哈，很恐怖。好，哎，你还开始，你现在跟他讲，真的要小心，真的要小心了。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刚好，好东西。瑶瑶，瑶瑶，瑶瑶，你吓一跳干什么？你要吓他，吓一跳。好好的。这就不用我了。阿姐，你太辛苦了。最近很忙啊。最近很忙啊。啊，真是哦，干我们这一行的。真是的，干我们这一行啊。很干。黑行。哈哈哈哈哈。我嗯。哎呀，最近忙什么？最近跟我一样啊。哎呀，忙什么？股票，去哪？股票啦，做股票。股票啊，做股票啊。哇，心理学做的心理学哦，他不能就要找路拍戏啊。哦，拍戏可能要拍一个八点档。对啊，最近可能要拍一个八点档。哦，你看有没有朋友对啊，很想演戏的。你看有没有朋友想演戏的？你看你有没有朋友想要演戏的？对，找个男主角。缺男主角。缺男主角啊。嗯你看我可不可以？啊有，你可以可以。啊有，你可以可以。有一部片你很适合。有一部片你很适合。是你什么？啊，它叫做《人鬼情未了》。它叫做什么？鬼情侣啊。鬼情侣。你就演鬼吧。你就演鬼嘛。演鬼。你不是有很多朋友在演戏去演当初票吗？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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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集大概酬劳是20万吧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嗯，我试试看，我找找看。我请问嘛，我小人看，我找找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可是跟女主角是有吻戏哦，还有床戏哦。听说那个女主角是天若父亲的。啊，那女主角是谁啊？啊，那个女主角是谁啊？啊，就是我本人。就是我本人。我好羡慕你。谁要是当你的男朋友一定很棒。谁要能当你的男朋友一定很棒。如花说啊，哎，你不要讲出去，我在跟谁交往。你不要跟谁讲说我出去跟谁交往哦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会讲。知道是，我也不会讲，你放心。上次跟我讲就那个嘛，对不对啊？上次说讲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啊。啊。没事，打住打。啊，不要说曾国成在跟我交往哦。曾国成好坏啊！曾国成好坏啊！可是他身体很强哦。今天要不要给你设计一个新法？你好啊，好啊，好，那我们先在那边冲水啊，先冲水。那我们先洗个头发好不好？好，冲完水啊，你带出去，好，带出去啊。等一下哈，我再冲一下，等一下冲头了，好。他都没有。你会啊？会啊。会啊。真的假的？你怎么好像跟我？你在这里工作吗？你怎么好像跟我比较熟？你刚刚坐那边？没有啊，那不是你。那不是我。我刚刚就一直在帮你洗头啊。我刚才就一直在帮你洗头啊。你不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吗？我哪里需要加强？我哪里需要加强吗？我坐一下啊，他没看到我坐一下啊。还没有。你
你可以看你的 boss 啊，杨先生。看你比豹子还精彩。没事。小心，还有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你们这样不太卫生啊！什么东西不太卫生？我们洗发精都是新的，好，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，好不好？哪里需要加强吗？在哪里需要加强的？哎，很好了，很好了。杨先生，那你等一下啊。我马上帮你冲水啊。我等一下马上帮你冲水啊。好好，去旁边。好笑。你的脸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在做脸。没有啊，我在做脸啊。在左边这边。那你这样冲泡会洗头 ？OK 啊，可以啊。我看你镜头很好啊，很好。我看你镜头，我可以念报纸给你听。我可以念报纸给你听。我可以念报纸给你听呢。杀人到底杀人到底存款。杀人造林存款，嫌犯畏罪自杀。嫌犯畏罪自杀，厉害吧？厉害吧？哪有这篇啊？有啊，你翻过来，你转过来，在后面。有通灵了，有通灵啊！而且这样太好了。啊，你在冲啥呢？啊，我听到你在干啥？好啊，你今天晚上笑打好不好？哎，是杨金口叫牛皮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那是花，真是啊！哦，真是啊！有啊，你刚刚掐我的头啊！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下去准备一下，我们马上要冲头了哈。好，我下去准备一下，马上就要冲头了。我的一颗心浪漫，却被一个人浪漫，只有他记得起，可能我已经忘了。爱你，爱你，爱你哦。好，谢谢。哎，